万虎泰哥迎春乐，虎年即将到来，跟随田明耀、陈汉伟和陈丽萍一起去办年货喽！每一年呢，我只来愚人节买礼了，选购心仪的礼品，给亲朋好友送上满满的祝福，他们收到一定会笑口常开。农历新年2022消费情报站愚人生特辑，1月7号起，每逢星期五晚上10:30，8频道与 Mi Watch 同步观看。